江汉朝宗是武汉最早的文化地标之一，取意江汉汇流，朝宗归海。武汉两江四岸新景区以江汉朝宗命名，是全国首个以长江游览为主题的国家五 A 级景区。2015年，艾克莱特助力打造大江大河大武汉亮丽而独特的两江四岸夜景新丰县，是继艾克莱特南昌一江两岸亮化项目之后，无论是在数量还是在技术创新上又一巅峰之作。两江交汇，三镇鼎立，龟蛇锁江，南起鹦鹉洲大桥，北至长江二桥，总计18公里，囊括了328栋建筑，每次持续12分钟，每天都有不同的图案，堪称长江第一灯光秀。艾克莱特 LED 点光源以其独特的视觉成像与建筑的完美融合性，在城市亮化领域异军突起，成为表现城市与文化旅游的最佳载体。武汉两江四岸328栋建筑群整体联动亮化项目，采用艾克莱特第四代超级 LED 点光源120余万个，全部灯具严格符合安规认证。在 LED 点光源行业，艾克莱特首次大规模将灯具可靠性、安全性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结束了 LED 户外灯具无标准的时代。灯光秀以激光秀、灯影秀的形式展现，所有灯具均隐蔽安装，消除炫光。项目中使用全球最先进的 LED 智能联动控制技术和最先进的新一代 DMX 控制芯片，充分利用先进的控制手段，通过抽象的构图意境、灵动的梦幻色彩，结合长江沿岸历史文化遗存和现有景观资源特点，将楼宇通过创作表演联动起来。先进的控制技术及应用处于国际领先地位。该项目在南昌一江两岸基础上又有了新的技术创新，首次采用远距离四色视觉亮度一致性技术。项目运用的点光源开创性的采用远距离视觉亮度一致性技术，彻底解决了景观亮化中有色光非线性远距离衰减难题，远看视觉亮度几乎完全一致。同时采用大跨距光学适应性设计、高灰阶上电自检等一系列全新技术，第一次大规模采用超高灰技术，65536级灰度控制，第一次大规模将灰度提升到如此高级别，色彩饱和度提升到16亿色，创新性的采用反向伽马技术，解决远距离显示低灰无感问题。生产过程中，项目面临交期短、数量巨大的问题。120余万个点光源，交期在45天之内，每天产能需接近3万点。艾克莱特创新采用了更快速的装配方式，去掉背夹，将灯罩和安装合一，扣装在型材上，进一步提升了产能及安装效率，及时可靠地保证了供货。同时外观得到进一步提升，与建筑结合完美呈现。目前该项目已成型的动画模式包括5大主题，观荆江山水，听江城呼声，查武汉色彩，品武汉韵味，嗅发展气息。每个主题独立成章，起承转合，展现魅力武汉的古今风貌，既有名楼黄鹤楼的前世今生，也有伯牙子期的知音传说，既有热干面豆皮面窝的联袂共舞，还有钢铁汽车信息科技产业的次第崛起。大业把人字写在高高的蓝天上，江河把人字写在中华大地上，江滩数百万盏华灯
织就十八公里长的梦幻泥沙，三千五百年历史长卷，在流光溢彩间徐徐铺陈，为这座全面崛起的大城平添璀璨夜景，让城市承载历史，让灯光升华城市。艾克莱特，韬略杰作，精工人爱。